三千万又来了，为什么？你妈妈手上一条什么东西啊？我认真了啊，对呀，真的，以前对我来说，真的吗？认真的。那么然后呢？很简单，我将它铺在上面。为什么我要告诉你那种东西呢？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东西买的。如果我们发觉我突然间，我家里，哎呀，你这放在哪里啦？还有，哎呀，用完了，但是你赶着出去，但是这衣服好像那条裙子这样，好像好恐怖哈、哦。没关系，如果你有个衣架，我相信每个家里都有的啦。还有那卷就是什么？那卷就是普通的膏纸啊。你帮我拿把剪刀给我。一个普通的膏纸，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呢？那我做了先至告诉你先啊，那个很简单的啊，做了咗之后我先至告诉你怎么 design 我的 idea 啦、啊、我做了先哈，咁啊，首先我准备两条橡皮啊，还有夹个东西套进去，那个衣架来的，用自己熬一下，等下我教你熬，怎么用那个。衣架呢，其实很简单很容易的，为什么？那你看到，那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？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哇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还有哦，为什么？很便宜，好方便。如果你不见了你的东西，各个好像。啊，放尘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随便拿一卷胶纸就可以有个衣架，每个家里都有衣架的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 good idea， 省钱，方便啊！你买十个，不知道放在哪里，之前那种东西、转转那种东西，事实上很难很难的。还有那个方法很有效率的，那我教你怎么做那个东西呢？其实很简单。首先呢，将个衣架啦，咁啊，然后呢，将呢边覆过来，覆过来，准备呢个就套上去嘅，嗱，呢个就准备套上去嘅，咁啊，我大概预后呢个位置，咁啊，咬一下 ，OK， 我套出来，呢个胶纸先这样，咬一下，咬一下呢，然后呢，将它就要咬低一点的，咬低来。系啦，咬到这样给它方便套进去。咁怎么套进去？这样套进去。啊，如果觉得它个范围很大嘅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可以咬一下，吞出的时候很容易吞出来，咁啊吞进去，用的时候很方便。你看，为什么我用那个新发明呢？其实我没有嘅，因为我看到人家做个视频，我觉得它个 design 吸引我，但是个方法呢？就不吸引我，后来我又将它改良给你们，给你们感觉更好用，超好用，还有省钱方便。你买了一个、十个、一百个，你不记得放在哪里就不记得。如果我们随手拿起一卷胶纸的，因为那些很便宜、很方便，立刻做了也可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还有怎么做那个胶纸呢？吐出来先，我教你怎么做啊。弄出来两，准备两条橡皮先啦啊！咁啊，橡皮准备了啦，你转来安装了啦 ，OK。嗱，呢度很容易噶，呢度安装了，你找个位置撕也可以，你找到咧，或者剪一下，剪一下也可以，我找到了都要剪啦啊！拉出来，然后咧，啊，呢个就是不用剪断啦，解开。咁啊，我现在咧可以。fit 出来先啦，一条认真的不要，很简单，不用浪费的，大概哎不够，迈过一点点，啊够了，咁然后呢，将那个覆过去，完全覆过去，啊粘住了，对不对？你怕它走位置不够安全没关系，咁啊然后呢，我们就贴多一条。你可以用新的，就比较橡皮新的，没有那种肮脏的也可以。我现在没有准备的，怕耽误你们的时间，所以就是这么简单，自己啊弄好来，我给它比较好像不很紧，拉得很紧。然后呢，我用的时候拿一张也肮脏了，
然后我就弄另外一张涂上去啊，然后呢不只吸收衣服很简单，还有那种如果腿面方面呢又沉啊，或者有一点东西啊，比如说我的皮针也好啊，或者一种东西很难剪的也好，你拿起那个来，为什么那个很便宜的东西，咁我皮说我有一样东西很难剪的，比如针啊扣针一种东西啊，好了我说这几个就好了，很简单这几个好了，我就说皮那个戒指很难剪的，怎么样啊？哦，再来多次啊！那个因为那个戒指太重了，如果轻的很容易剪起来，所以如果用那个新发明呢，我不怕对你说，不止省钱这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方便我，因为胶纸每个家里都有的，或者你不记得你买个东西放在哪里，你来看看那胶纸还有哪个衣架。立刻咬起来，咁你参加什么，人家的，婚礼啊，什么什么都好，咁你立刻不需要。哎呀，我条衣服好肮脏啊，弄一下，所以你用那个 idea 的衫，很快。还有，它可以很省时间。如果你拿一卷胶纸拉住，这样很粘的，我问你了，粘到几时？所以你用那个方法就之后呢 ，very good， 省时省力。还有很方便，可以做很多东西，你自己构思一下，计算一下，看到那个东西有什么可以用那个方法来做的，你就拿来用。还有有一样东西你不敢相信，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人都包括我都是这样，不记得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，哎呀，我刚刚这一秒钟或者一分钟一放低的，那我譬如我做厕所啦，突然间去某一煲煲水啦，关煲水，再回来，哎呀，我东西我在哪里？我常常有那个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发明了咗之后咧，你有这个问题啦，就是那个就是超好用，我刚刚 design 嘅 good idea 来的，好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好的，请订阅，拜拜。